你的新年新希望是什么？就是我上小学，不会有人问我说我的手跟脚很奇怪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那么多次这样，那也拍了那么多次的超音波照片这样，那为什么会检查不出来这样子一个那么严重的视力缺陷？你喜欢走吗？你喜欢走吗？喜欢，说你喜欢，快点。大家好，我是徐佑丽，我今年五岁。他可以去就是念公幼的时候其实是还蛮开心的啦。你评估就花了大概快一年，语言、肢体、认知这三个啊，这三个是最重要的啊，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像就是正常人一样讲话啊，然后你的动作肢体可不可以跟得上其他的小孩。他出生很不容易啊，中间 一度就是可能他因为脐带绕颈的关系，心跳也变小，心跳也变弱，然后原本是要就是顺产的，然后变成是紧急剖腹这样子，然后剖腹完之后，我们连小孩都没看到，就直接转院转到别的医院去这样子，直到别的医院才打开包间让我们看到说他是这个样子。那当然那个时间点是，我相信啊，应该没有几个爸妈能够接受的。你已经没有退路可以退了，你总不可能跟他讲说我丢在医院然后我不要了这个小孩嘛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肺部塌陷的那个手术啦，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是说生死交关的原因，是因为他感染得很严重，他那时候是就是泌尿道感染，然后很严重，然后抗生素一直打都没有用，对，然后所以才会住院住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。爸爸，医生就有可能跟我们聊啦，告诉你说就是其实他也蛮辛苦的，你们真的要让他这么辛苦下去吗？蛮崩溃的，也哭了一个晚上，光是站这一部分他就已经。很吃力了，对啊，你想想，一般人啊，你要单脚从蹲着坐在地上站起来，一般人都很困难的，更何况是他，对啊，所以他一开始真的是站不到五秒钟，他可能就哭啊，大哭啊，然后不然就是全身大流汗这样。好，身体再往前，好，屁股翘高一点，对，你帮忙一下。他都已经那么辛苦了，那他都已经对。那出生的那一段那么难过，他都已经熬过来了。耶！有没有站起来了？对啊，你用对啦。出院后就是他自己的挑战了。两岁还是三岁的时候就去坐月子。好，我们用走的过去了。可惜那个水沟。慢一点哦，慢一点。一步靠上一边。一步。对。来，一只脚先下楼的时候。哇！哇，你找到我们了呢。有一些孩子他会去问尤莉说：“为什么你跟我们不一样？”尤莉没有，就是像那种耍脾气或什么之类的去回应孩子。也许他只是冷冷的听。那有时候他就跟他说：“我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就是我独特的尤莉。”这样。尤莉，你的生日蛋糕好了，祝你生日。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，就大家都跑去溜滑梯玩了，但是他没有跟上。他那时候在穿着椅子走路之后，妈妈说他就会哭，他就说我老师很痛。我刚开始也以为说椅子应该是整天穿戴，可是我后来发现他就是椅子，因为没有关节。会变成他只要穿着椅子，他就只能站着。那当你需要坐下来或蹲下来的时候，就没有办法。有
好像有变少了哦，可以再加油吗？爸爸是有说，因为他可能就是身体上面不方便，变成他喜欢憋尿，不爱喝水，我们就干脆就也要训练他肌力，就干脆让他站着，可以慢慢的喝水。那如果他累了，他就会喝快一点，因为我就会跟他说，哎，你水喝完就是休息的时间。他可能之前是帮他做好，但因为到幼儿园的时候就是要什么吃东西都自己来，书包自己放，然后所以他那时候是情绪严重超严重，就是你坐在那边不讲话太吵，可能自己到门口。像他写字，他其实他可以用嘴巴写，他也可以偶尔用手写。尤莉今天穿白色的，他有戴皇冠吗？他现在等一下会表演一次他的第三个姿势哦，第一个动作。哇，尤莉，尤莉好棒哦！他那时候就玩很开心，我就带着他。抱着这样狂跑，跳跳蛮很好玩。对，跳跳蛮就是像你们看到那样，又像球，就做起来球的感觉。那时候我就必须扶着他这个，然后让他一用单脚坐在上面，然后出力气蹬，对，这样蹬。今天要讲的故事是，每个人都举手，我的时候，对，看到他这么努力的，也想要举起他的手，告诉我他也想要表达。我有时候会内心有一种澎湃，就是觉得哎，这样的孩子其实真的，他一直在鼓励我们周边的人，也要有向上的力量。生气的表情，你又来了。我就是那种就是很愿意放手的父母，就是我觉得你现在不放手，你只会让他更难过。会开这家店的最大的理由就是他，你比较有时间可以看顾得了他。请问一下，你要吃什么？有汤面的，还有干的。可能老天爷少了给他一些什么东西，所以给了他这个非常非常聪明的脑袋。只要来过一次的客人看过他，他看过，他基本上都会记得。清淡的话吃鸡腿。吃重口味的话，就是鸭血肥肠。最早的惊讶点就是吃饭了，没有人教他自己就会了。这是菜，菜要压在饭下面，不然的话，因为他很喜欢吃菜，他就会先把菜给吃完了，他就不想吃饭。他比我坚强很多，他有时候遇到很多事情，他其实都是苦往心里吞的那一种人。他们现在幼稚园那边有在学陶笛，然后我一开始是没有给他买。直到好像上了两次课还是三次课吧，有一次他不知道被我骂了什么事情，然后就哭，哭完之后就很大声讲说，我也想要学陶琴啊什么之类的，陶笛啊陶笛，我也想要跟别的小朋友一样啊，他也还是一样没有办法，就是按那个孔什么之类的，但是他就是要跟别人一样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一只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他很常把自己的情绪藏得很深，有时候你反而会就是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那他可能也会就是不太跟你讲他在想什么，心疼跟心酸呢、啊，会觉得你这么小，你就要去面对一些。跟我们大人社会一样的一些事情，你就是回过头来想，你就是会觉得也好啦，趁早面对啦，对啊，趁早去习惯这个环境，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就不见了，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就死掉了。我快射三口了，但是我开店的这时间才是我最黑暗最煎熬的时期。很简单嘛，就是不赚钱，对，然后你的存款一直不断的烧。你有很多个人的话因为没有钱，你每就是会想到说，那你女儿怎么办？她骨头长太快了，然后我的肉长没有跟上，开这边胸口跟这个手。我们最近有找到一个专门在做 3D 列印，帮她准备设计她手的部分，很感谢。但是真的对我们最大的鼓励，其实是我女儿，其实还是我女儿啦。只要她可以就是
就是稳稳当当的这样子过下去，那就是对我来讲最大的最大的最大的宽慰。爸爸我爱谢谢谢谢你啊。